好学妈妈自白大会，追剧追到脸丢光。隔天中午12点的飞机，我4点才看完那一集。宝宝上飞机呢，我就亲喂他，在飞机上面睡觉。好啦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奶是半颗在外面。阿飞一直起来去上厕所。前几天常常碰到有的妈妈也是一样熬夜，这个妈妈一直追剧，之后是头发全部掉光。啊，我掉光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